5月23日上午8点，我正跟随东部战区海军伊洋舰编队在台岛北部附近海域执行战备警巡任务，在我身后就是号称台岛北部门户的彭佳宇。现在我舰艇编队正在台岛周边海域进行军事行动演练，全舰官兵已做好随时应对一切情况的准备。两艘歼二三等五航到。今天我们为台岛北部海空域组织对海打击科目演练，重点对侦察预警体系和武器装备进行效能检验，对重要目标全时侦察、精准追瞄、模拟打击，检验提升部队实战能力。全体官兵充满信心，严阵以待，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是5月23日上午8点04分，我正跟随海军南通舰在台湾海峡执行战备警巡和实兵演练任务。此时此刻，我的坐标是东经119度45分46秒，北纬24度32分47秒，水深不足50米。这湾浅浅的海峡是两岸人民交流交融、生生不息的桥梁和纽带，但台独分裂打破了海峡的宁静，也阻碍了两岸人民相近相亲的步伐。舰上的官兵告诉我，他们不怕流血牺牲，坚决反制任何形式的谋独挑衅，坚决守护中华民族的共同家园。中国台湾937舰，这里是中国海峡海域，我再次执行战备警巡任务，已无权干涉。台独分裂是对南海和平最大的破坏，我们不要为台独卖命，你我之间只有死路一条。如果你们执迷不悟，甚至干扰我行动，坚令提升空，多科目连贯实施，高强度连续作战，全面提升实战能力。作为战斗机飞行员，只要一声令下，我们随时升空作战，坚决完成党和人民赋予的使命任务。